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那这个礼拜日服，推出的一个活动，就是可以在村庄里面打四只 BOSS。那这个活动之前，如果大家有参加过的话，应该就会有印象哦。它会在不同的村庄里面出现 BOSS。那我们直接讲地图的编号，这一次会出现 BOSS 的地点是在17、19、20、23这四张地图。然后它在每天的台湾时间11点半，中午11点半和晚上的8点半。就会出现。那这个活动，这一次的这个设计呢，小编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参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100%，你只要有打到怪物，然后它死掉的时候，你在画面内，你就一定可以拿到一张变身抽卡券跟娃娃的抽卡券。然后这个抽卡券的话，它可以获得一般到稀有级的这个变身或者是娃娃，然后还有两个龙钻哦，还有两个龙钻。所以有，如果你四只都有跟到的话呢，就是成功把它打倒，然后在画面里面的话，你一天就可以拿到多800钻，然后还有各四张的变身跟娃娃的抽卡。哦，那这个是非常佛心的活动啊。那除此之外，其实它还有几率会掉落这个铸五铸房或者是红五红房，然后还有饰品蓝布武器的这个蓝布哈，饰品、防具、武器、蓝布，还有最好的话，当然可以入手这个英雄级的这个制作书，就是红布啊。所以这个活动呢，它非常简单，然后也很容易去挑战。那建议大家，如果在玩的时候呢，可以提早入场的话，就提早入场哈。那你像我现在画面这样子哦，第一个我是在起眼的，不过我发现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看大家现在在下面打怪啊。那我确实被人潮卡住了，然后画面也非常的那个。那我现在是用回卷的方法来瞬移，然后瞬移到我的这个位置，要到可以打怪的位置，就发现好像不是这么容易啊。我们继续瞬移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位置不行，完全走不下去，都一直被人群卡住。哦，人群卡，画面卡啊，然后移动又卡。那现在尝试着，如果是远攻职业，更正哦，近战职业的话，建议拉光剑啊。如果你是骑士、黑妖、法师、王族的话，建议拉光剑。OK，那我们现在看到了哦，疾风的这个巨大飞龙是出现在起眼哦，是出现在起眼，这个应该是地图时期。哦，他这一次设计活动设计的位置有点尴尬哦，他刚好放在这个 NPC 的中间，所以在点这个怪物的时候，很容易点到 NPC 啊。像我刚刚点到那只肥佬嘛。好，那你看我上面画面，现在我一直点着光剑呢。好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距离居然标不到它，上面一直显示这个射程好像是超过距离了。照理来讲，这个距离应该是可以打到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哈。然后它就死掉了啊。所以这一只呢，我挑战失败，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射不到它哈。我们去下一张地图找。好，这个是在肯特里面。肯特村啊，就是地图19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话是伊芙利特，伊芙利特，那这一只基本上就没问题了。打人有点痛，但我们在外围打就好，因为怕不小心还是有机会被秒杀，我们在这个外围打就好。那画面的话一样是很那个啊。那我现在先把这个角色 ID 呢，先把它关掉，好看会不会顺一点。来射个光剑，OK。可以成功的打到，那这样子我只要维持在这里面不要死掉，对，就可以拿到这个我们的奖励的。它是给你一个箱子，然后开箱子之后有机会获得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哦。等一下我们会开。好，那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来参加，一天有2场，所以如果你都可以拿到的话，就是早上8张抽卡，晚上8张抽卡，这样就很多了。那这个活动的话，它是维持一直到24号，所以是有7天的时间哦。来，继续激活，继续激活。哎，来，我们现在上面有出现红点，那怪物死掉，表示呢，我们已经成功了，成功的拿到这个道具。那第三个，我们去直接飞到海鹰啊。哇，海鹰啊，大家现在应该在另外一张图，所以这个，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就是在玩的时候啊，像我少跳一张，我少跳一张，那现在人会那么少的原因，是因为大家都在另外一张打，那我少跳一张啊，所以就比较
可惜错过了哈，所以我们直接来到这个最后一张，大家的最后一张就是在海鹰的这个部分。好，然后可以看到这边出现的是大角马哟。好，那我现在可以打到它，但是如果是大家在人群里面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打不到。好，我们现在先飞去其他地图看，但我好像飞错图啊，我好像飞错图了，应该是要飞到20，我飞到21去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飞回去。本来想要回去打刚才那只啊，就是漏掉那只，哇，结果回来发现人已经开始变多了哈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一样打到大角马哟。好，然后就补他几只光剑。那要注意一下啊，就是要尽量把这个画面呢留在，把怪物的这个画面留在你的视线范围里面，不要超过，不要太远。好，如果太远的话，他等一下死掉就没有奖励了。继续 K， 继续 K。差不多，应该快死掉了。哇，画面很那个，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们就是它也不能移动，然后我们就在原地等就好了。好，死掉啦。那我们总共拿到两个这个箱子哦，所以你看第一个开起来两张抽卡，然后两个龙钻哦，所以现在我们总共有四张抽卡跟四个龙钻。来，我们现在去找个地方啊，这个人太多了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抽卡可以抽到什么东西哦。它虽然这个抽卡它是红色的，但是它只能抽到，官网上面是说只能抽到稀有级啊，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它颜色用错了，因为以台版韩版的设定来说的话，红色的应该是可以抽到红色，如果用到一般的话应该是咖啡色的。好，然后啊，这个看起来是不是很好的，对，你看这个最多就是到蓝色而已，它没有上去红色哦，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。好，那这一次的抽卡当然就是累积卡片了啊，累积卡片等待往上合成。好，那这个活动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大家记得要参加哦，拜拜。